郭碧婷以生三胎为条件嫁进向家，如今任务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，就有路人拍到郭碧婷和向佐逛街的视频。郭碧婷抱着孩子逛街，似乎在为第三胎做准备。毕竟郭美女39岁，即将步入40岁了，年龄越大，生孩子风险就越大，身体也很难恢复如初，所以嫁进向家3年抱俩真的很拼。不过以向家的实力，自然是不会委屈郭碧婷。尤其是向太为维护儿子儿媳的感情操碎了心。郭碧婷二胎怀孕期间，向佐被曝跟陌生女子进出酒店，向太也是立刻出来发言，说是认识的姐姐。儿媳一个人风尘仆仆带着孩子坐飞机，然后被拔取关向佐账号后，向太更是晒出了全家人庆祝郭碧婷生日的视频及合照，打脸那些断章取义的观众。毕竟向太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面子，尤其是郭碧婷是自己选的儿媳，当年参加综艺时把郭碧婷夸上天，还把郭碧婷的照片设为壁纸，自然是不会让儿媳受委屈。这次向太带着向华强见朋友时，就笑不拢嘴调侃小奶黄要有第二个弟弟了。